老头带着他的一群小弟来收钱了。老头来了，4500万那个料子花是要卖的。过来过来，这里这里。卖卖。OK OK。好，收。晚上拿钱。你这的话是2700万给你。这料从头到尾封了好几次啊，4500万加100万小费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拆开给你们看一下，究竟什么样的料子，花了4600万缅币，就是这么一小块啊。墨西沙敞口的黄岩沙，这料皮可表现不是整个脱沙全熟透的那种料子，它多处脱沙，但是没有连成片，敞口很正，但是铁元素含量高，皮壳已经翻铁锈了。来，打开给你们看看。3、2、1，开！哇，整个肉质到冰了，整体重量有1公斤左右，盖子就是它取薄的效果，非常的冰透。电筒压灯荧光感十足，这料子变种几率很小。其他的60万缅币还封了这个小料子，我得准备去筹钱了，晚上要付款。7 hours later，在缅甸钱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装，老头带着他的一群小弟来收钱了。这一大口袋整整的4600万，全部给他们。另外还封了一块冰冻手镯料，明天揭晓卖不卖。